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叔。我现在离开荔浦县，前往桂林、阳朔方向。从荔浦前往阳朔方向的道路两旁，已经是典型的广西风格、桂林风格的喀斯特岩石地貌。这一集的重点基本上是在阳朔的玉龙河，骑行玉龙河，用骑着电单车的方式游览的阳朔玉龙河附近的景区。欢迎大家跟随阿叔的镜头一起去欣赏、去游览吧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留言。
嗯。